早上起床冒险，你在吵什么？你就一起，就是我不要拍了，就不要拍了。你很兴奋哦。在 YouTube 的大航海时代，多少年轻人也想挑战这片大海，所以《傻子公寓》的第四季由主播起床了。我们开放未满10000订阅的创作者报名，最后挑选5组，内容风格皆不同的创作者入住公寓，将在10天里进行创作挑战。跟导师一起拍片的过程，想办法的乱入一下，要让他们入境，也不能去告诉我们的 YouTube 团队。输的那个人就有惩罚。对，这就是我们的隐藏任务。傻子公寓第4季由主播起床了，我是你的老师七七老大。我们傻路频道见。谁有机会被看见呢？正在看这支影片的你们，也是实境秀的一部分哦。Yeah。现在来到了台北，跟我的浪群博士们会合，讨论一下晚上去跟刘北合作。天哪，他们像用数学在算他们讨论的东西。这四个数就是你们每个人的投对那个的一分才是要的。先两个方案，一个决定，然后再当备案。完蛋，超紧急状况。刚刚传脚本跟拍摄内容跟刘佩确认，我们的确有点太晚跟他确认一些事情，我们的错。然后现在刘佩人在台中，哇！目前最理想的方式是能用线上决断线上，还有什么露西会生气，你们要有心理准备，他就很生气。一模一样的话，那他下课就跪在门口。唉，刚刚讨论了一段之后，决定其中两个人下去台中。主要的露西训练师他可能要待在台北，然后用视讯的方式来解决原本的第一趴，后面两三趴是可以在台中现场那边做。没事，可以。详细状况到时候我再找时间跟大家解释，先回台中吧。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回到公寓了，然后我们到了同时刘佩也差不多到了，有够紧凑，好紧张！你们要见到刘佩了，欢迎光临，你好。我要进一个反过来的状态，来宾来迎接主人。没有。哦，到了，欢迎到，你好，嗨，大家好。我们现在已经跟浪犬博士还有刘佩回到我们的傻子公寓，究竟我们会配合出什么样的影片，敬请期待。Go。浪犬博士换 Lily 撑场，加油 Lily， 加油！完蛋，他们要开场了，然后我等下想办法记录了，好难哦。开啊！你有发现黑色的小在哪里吗？在他的屁股里，非常之明显。但我觉得那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怎么让他自然的进去，就连我在现场我都觉得好难。你看，随时准备画。我们训练到底是在做什么呢？让我们热烈的欢迎刘佩。Yeah， 又问这么大家，我是刘佩 Pierre。然后和狗狗建立关系最快的方法是什么？食物。再猜。很多食物。但是答案是，你就不要理他。Oh， OK， 好。要怎么看出来右边是真的在笑？其实狗狗是没有就是笑的表情的。我们说它在笑，是相对这只狗来说，它比较放松。Oh， OK OK。然后每次狗狗会绕在我旁边，但还不会跟我玩。然后，现在进入到第二 part 视讯教学。等一下，要不要帮你煮个面之类的？没关系，我们都没有方便面，然后还有拌面。那个面是我自己做的，他自己在卖的。你们自己在卖？哦，那要，我要。不对，支线任务，刘佩没有吃晚餐，所以我帮他煮面。吃面青年热血胶囊，让刘佩尝尝。怎么办？回收？见机行事呗。还有希望吗？看有没有机会，就是。天，太难过了。还是我就先故意放在他们拍得到的角落，然后看他们会不会提到。哦，也没有不行啊。先找他们镜头。好。这个放哪里？对，你可以介绍一下。
肥瘦肥瘦，他们开始跳高了，应该是你最后一次机会吧。好，我去观察一下，看有什么机会。Good job, good girl, good girl。怎么了？怎么掉？怎么掉？行吗？行吗？那个要放回来。好。好猛啊！谢谢 Louis， 可以可以，等一下剩下最后一个实战演练，应该更不可能出现。白痴啊，他们一直拒绝我的建议。算了，先煮面吧，还是做我擅长的事好了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会有出三个题目，我呢会当训练师，那刘佩呢要体验像狗狗的那个角色。刘佩第一个。就尽情的去探索吧。好。对。Yes, good. Yes, good. 这可以了。Yes. 题目是摸船。哦。现在第二个小游戏是让刘佩去模仿狗狗，我看要不要提示莉莉他们出题目给刘佩是跟雨伞有关的。好，他可以出题目吗？这是怀烧出的 ，OK。刘佩，你先转过去一下。嘿。啊。先可以吧？感谢你。真是太夸张了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耶，我们第二 part 结束了，期待面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对，现在正在做。OK， 好，没有压力了，只是一点点饿而已。时间应该 OK 吧？可以，可以。最后剩下共五的 part， 再逛浪，录下来，现在我们中场休息，刘佩吃一下我们的面。如果不好吃，你就说不好吃。没关系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不错哦，这种是我喜欢的。会不会刚刚那样子，我会不会太累？不会 ，OK 的。因为我知道中场休息会有面。刚刚结束第二 part， 第三 part 会是一整个 set， 把动作融合进去，然后变一个舞蹈的感觉。然后到最后，更辣的面，更辣是没有，更多是可以的。好，那我们第三阶段继续加油。好了，终于好了，那我也录一个 ending。Yeah。Hi。OK。哎，他有亲我。有。亲他。所以我们两个是唯一被亲的。哇，好，我们今天刘佩配合烫卷博士圆满结束。接下来就等到我们毕业典礼当天，会还会再到我们现场来，我们一起看我们的影片惩罚吧。我很期待哦，期待。努力剪，努力剪。我要再讲一件事，最后一件事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是要让犬博士跟刘佩合作，但是我除了在旁边记录以外，其实我还有一个小小的任务，就是要在你们的影片中偷偷植入我们的雨伞。你们有发现吗？刚刚一直没有注意到雨伞，你们会不会觉得我怪怪的？你那个时候就想说，你怎么突然那么热心？对对对，有一点，有一点，我以为是随便拿来的。我也是。然后真的谢谢刘佩帮我们用了这么多的动作，对，不错。我早就知道了。没有没有，当然没有，刘佩不知道，刘佩不知道。耶、yeah ！三方合作大成功！耶！拜拜。找到阿泰。好。我们今天要去找鱼竿大师，我们要去他家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昨天阿泰试装的成果。太登登登登登，好，大雄要去找鱼竿了。我在路上载大雄，哎，每个人等下停红绿灯看我这边一定觉得，哎，你要不要叫我拿个助理？昨天已经看过一次，哎，刘佩超会学狗叫。哈，那你知道我们会学马蹄的声音吗？三点一，三点一。
啊，快点快点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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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不要每次乱 Q 我这个。哎，你的就要出来了，好久不见。有紧张了，功课不行。现在阿拍在做他事前准备，找我们搅乱的。我忘记他叫什么了。你在帮他移哦，帮他调，忍不住哦。哎，快点啊！我忍不住了，你快点把画面调好。你这声纹有点怪吧？好，哎，你摸了我没有摸。你是导师还是我是导师？鱼竿，所以我是导师。对对对，那我今天是要教你东西。逻辑直接炸开。好哟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我们今天开场就花了两个小时，还以为我们时间最穷。不过我不会紧张啊，今天我没有问题。你不会紧张？不会紧张，但是我现在有点很紧张。紧张手在发抖。那等一下会不会耍的时候很闹腮？我在干嘛？我到底为什么会被黏住的感觉？大家好，我是大嘴，我现在在鱼竿家里面。我先前跟阿泰说，我今天绝对放生你，他必须自己 hold 住所有的内容。还有一件更麻烦的事情来，我们五个人有一个很白痴的任务，就是我们要想办法在他录这支影片的过程中置入我们新出的雨伞。但我觉得雨伞这东西有点牵强，我觉得太远了吧，还是忍不住动手了。刀子嘴豆腐心，我总是。我本来预计是要有还有几。好啊，你去找我帮你看。刚刚是开场完了，现在是教学时间。哇，我跟你讲，我这整个过程都给人思考。你上台的时候，你就他其实很吵，我在那咚咚咚咚，我把你雨伞扔着，但是他还是可以玩。我已经有抓到一点感觉。我们现在遇到一个真有趣的问题，你看他喝水喝水，他喝水喝水，他紧张，他紧张，麦克风出了一点状况，就有一整大段没有录到，现在超紧张，他整个慌了。这算是常有的事吧？这毕竟的路程，对对对对，没事，常有常有事。要胸有成竹的讲哦，不要那个心虚，你今天是老大，你今天就是在场的导演、制片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来劲了，重录。还好有在现场就发现，没有回去才发现，回去才发现还真的惨。现在发现就是直接重来一次。他刚有点慌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样。鱼竿导师表现怎么样？鱼竿就是非常镇定了。你们写完了？对啊，我们刚刚已经写完一个，然后我们现在要背歌词。猫咪猫咪，求求你别再乱尿尿，沙发地毯和床单全部都报销。每次亲吻这边，你就尿那边，你就是全世界最靠北的猫，可爱吧？很 Q。但是我刚手感已经消失了。消失了吗？好，赶快站起来玩了。好，来啊。他亲个场。最快的免上来。那你可以做这个，然后你做极限快嘛？就是说，放点在底下嘛，咚咚咚咚咚咚。那不是我点。哎，脚本是你的还是他的啦？然后他上次拿保特瓶来玩剑。有，我看到。然后我要那个。好厉害！不然你用这个玩可以吗？你干嘛一直给他？因为这样子，这样子、啊、奇怪的难题。你要试试看。可以，这算成功吧？这算成功吧？子弹有没有点进去？对，这样算成功，算。然后他可以做，直接滑下来。是不是金鱼肉？金鱼真的那种朴实无华小游戏。真的是朴实无华，只能用这个来形容。哎，好无聊，今天要干嘛？来来，独角兽一下啊！还独晚餐啊？快乐其实很简单。最靠背的猫。我觉得他比较喜欢这样。我觉得这真的太可爱了。你要想象有一群人全部一起这样子玩，你是不是很想多
没有啊，我是没什么红包的人。你还敢说人家朴实无华，然后结果自己？对啊，就是天天怪路。好，我们现在全部录完了。啊，我们今天阿泰的第三阶段跟鱼竿的合作已经完成了，中间出了很多小兔子，是蛮多啊，蛮多的，哎、欸，他真的蛮多的，他真的蛮多的，然后谢谢鱼竿，耶，鱼竿今天就是一个很完美的配合着阿泰的兔子。好，鱼竿，我们这次的企划，希望他跟别的 YT 合作的时候，我们就把这个给记录。先讲拍摄好了，在拍摄上还有整个企划的内容，你觉得有什么想法，然后建议出给他？我觉得真的是太紧张。我觉得主要真的是要知道自己现在要做什么。如果你今天跟一个不熟的人，你可能就要真的把每一步需要做什么要清楚的知道，而且要很有自信的把这个节奏带起来。我觉得这个企划的内容是很好，通常我们应该都不太会去主动接触鲸鱼，而且你刚刚又说了，鲸鱼这种东西最好是有人亲自教，所以当我们真的有亲自遇到老师，然后我们的反应一定是很真实。但是我觉得这种要找来宾的企划都是要吸收各种建议，因为大家可能会说你的话太少，节奏偏掉，或者希望下次可以有一些字卡，不是自己掌控全局的东西，就很容易有这样的建议。没啦，不用那么严肃啦，我们不是做什么大企划，我们就只是几个好友聚在一起玩玩电影，从这个方向去想，就不要压力这么大。对啊，最后再问一个，不知道算不算有趣啊？其实我们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，我们要植入我们自己的商品，注定你们的影片。那你们有发现这件事吗？植入什么商品？那个商品是毛巾吗？不是毛巾，是毛巾裤。啊，没有发现，你把它拿出来。是这个雨伞啊。为什么你在那边坚持？我就觉得很牵强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好，还是我们新做的雨伞。不要玩老师。抱歉。快有成功了，叮咚。没有惩罚。跟你最敬爱的导师说一声再见，拜拜。好啦，我们今天的拍摄别人的 vlog 终于结束了，拜拜。影片结束喽，记得订阅呢，加分享，加入傻鹿伙伴大团团，在泽泽持续娱乐节目之中。下一集是我们秉钧跟016会跟导师还有 YouTube 进行三方合作，千万不要错过。还有哦，鸭子新包装超帅，好不好？酷！每周二五晚上10点，傻鹿，练练酷。この番組は老虎鸭子コラ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叫两下。何これ。猫。痛み感じろ。